不，然后你带我去找的宝。你确定？对，你带我去找的宝。不带。啊？不带。你不带我，你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带我去找的宝，然后我走。不带。那个我可以吐。不带不吐了，不需要了啊，不需要吐了，走吧，不要。那我。你走不走？不走，我真的让你吐了。这一次是因为咱们两个，我去。你不走，我就让你吐了。怂了，他害怕了。他说了，他吐口水的话，又要很严重的烦着我了。家人们，我这个小我都有点，我明天你们觉得我要不要跟那个王飞哥说，让他来把小接走了？我感觉这样子下去的话，我的话没事，但是我怕我弟弟妹妹他们都听我那种，我都现在都不想让他们看到。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如果我叫王飞哥让？他把小不是，我觉得小影响到我了，我是感觉这样子下去的话，他对小肯定不会那种的，因为小答应他要给他买什么，然后小又不买的话，他这个人就我们都很了解他的，他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都知道的，所以说我感觉小在这里的话早晚都会被他欺负，你们觉得呢？直播间兄弟姐妹们，你们今天晚上第一次进入我直播间的没有关注阿梅的这个地方，咱们可以点关注，点了关注呢以后我们就是我发作品你们也可以看到了，没有关注阿梅的你们可以点一下关注，没有关注阿梅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好吧。然后直播间感谢用户送来的小心心，谢谢用户送来的小心心，感谢观看送来的小心心，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么支持阿妹，真的。我虽然感谢用户939送来的啤酒，谢谢陈哥送来的啤酒，感谢陈哥送来的啤酒，哇塞，谢谢加入粉丝团，谢谢陈哥，谢谢陈哥再次送来的啤酒，谢谢。我打电话叫王飞吗？但是王飞哥，我感觉这样子的话，他会不会以后就感觉我太烦了，他就不理我。谢谢用户老三送来的啤酒，谢谢。小出事你负不起责任。哎，你们不要这么说了，我真的我头好痛啊，你们。我感觉我头好痛啊，这样子。让王飞接走。你们意思是你们也赞同这个说法对吗？我不是觉得小会怎么样，只是我觉得他这样子下去，我感觉早晚都会娶不这个人，真的说不准的。感谢用户送来的小心心，谢谢用户送来的小心心，谢谢。那我们直播间，那我也差不多了，我就下直播了。小爸爸惹不起，我们惹不起，但是小想跟我玩，他想，哎，没事的，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头上有虫吗？啊，哪里啊，哪里有虫。你是不是骗我？你不要吓我了好吗？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头上有虫？感谢送来的小心心，谢谢你们加入我直播间，跟我不熟，对着一个屏幕就给我送小心心，真的非常感谢。感谢明天会更好送来的星星，谢谢陈哥再次送来的啤酒，
谢谢陈哥，谢谢送来的啤酒，谢谢心锁送来的小心心。啊，那个小小教我，只要是送小心心就要比一下这个，就是谢谢送来的小心心这样子。谢谢送来的小心心，谢谢阿郎，谢谢阿郎送来的小心心，谢谢往后余生送来的啤酒，谢谢往后余生，感谢送来的啤酒，谢谢用户送来的啤酒，感谢明天会更好送来的小心心，谢谢美罗，美罗你为什么每天我一直播你就在，而且你都会给我很多，你都会给我送很多礼物呀，我感觉你不要送了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你感谢雪狼送来的小心心，谢谢，谢谢送来的小心心。我们直播间没有加入这个没有加关注的，咱们可以关注一下阿梅，关注我的就是你们我可以关注一下阿梅，关注了的话也不需要怕以后找不到我。感谢北秋北送来的小心心，谢谢送来的小心心，西林雪感谢送来的小心心，感谢点的关注，谢谢你们关注我，谢谢流浪人生关注我，谢谢。穿那么厚不热不热，我还觉得有点冷呢。我们这里的话很多山，山也很高，树也很高，所以说就会很凉快，不会冷的，也不会热的。那我们就差不多下直播了，感谢再次送来的小心心跟啤酒。我们的话，我跟你们说，你们今天晚上从一开始陪到我现在的，尤其是我们家的美罗，谢谢你。谢谢你，我不知道你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姐，但是真的你每次都是看我直播间，还有读书亭，你们两个真的每次都会，还有仔哥，仔哥的话是仔哥的印象真的很深的啊，你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三个每天都会看我直播，也会跟我聊天，也会帮助到我，然后也谢谢你们每次又是送小红西又是送啤酒的。如果你们就是实力那个就是你们不用送，其实我们聊聊天就好了，因为你们这样子一直送的话我感觉我们都不容易，所以说感觉这样子送的话大家都不容易是吧。王妃十号回你处什么意思？王妃十号回来吗？他没有跟我说他什么时候回来，但是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阿梅你要等我回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回来。感谢开心每天送来的啤酒，谢谢。哇，感谢小桌送来的天鹅，天鹅曲不在的话我肯定又比给他看了。其实我不是侮辱一个人，我只是感觉我不想用语言去攻击，我不可能说人家是大小姐你是农村的你配不上人家，我不可能这么说是吧。十号不要相亲吗？你们都觉得我十号不要去相亲是吗？你们都觉得我十号不需要去相亲，那不相亲的话我怎么结婚呢？我不结婚我妈妈他们又说那怎么办呢？感谢你们关注阿梅，你们还没有关注的可以这个地方点一下关注就关注了。我不相信那我嫁给谁呢是不是？感谢好日子优，感谢优西优物，感谢送来的玫瑰花，谢谢送来的玫瑰花，谢谢。跟我感谢1573送来的啤酒，1573你今天晚上送了好多啤酒呀，谢谢。怎么直播间都说嫁给王妃，王妃人家又不喜欢我，你不可能喜欢我，你们在这里说什么呀？他看到了会不会尴尬？感谢好日子又再次送来的啤酒，来咱们直播间我就差不多下直播了，所以说你们没有加入我粉丝团的可以加入一下粉丝团吗？
直播间没有加入我粉丝团的加入一下粉丝团，没有加入我粉丝团的咱们可以加入一下粉丝团。然后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陪阿梅到那么晚，自从小小教我教会我直播以后，我就每天都感觉一有心里话一有事情我就想在直播间里面马上跟你们聊天的那种。感谢人生无畏送来的小星星，谢谢送来的小星星，谢谢，再见再见再见。感谢用户关注主播，我就差不多要下直播了。用户四亲，感谢送来的小星星，谢谢。你们没有关注的不知道怎么关注阿梅的，你们就点开这里这个加号，你们就关注我就行了。然后没有加入我粉丝团的可以加入一下我粉丝团。感谢用户475加入我粉丝团，谢谢加入阿梅粉丝团，谢谢。你们都说王菲喜欢我，不可能吧？不会吧？没有吧？你们不要这样子。你们其实我也，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一说这些我就，哎呀，脸红得很。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这个话题了啊！不可能，不可能，人家王菲哥这么优秀的，人家王菲哥这么优秀，像我的话，要是，哎，不说了。那我就下直播了，拜拜。没有关注的点这里关注我就好了，拜拜。